大家好，我是大连，下雨了啊。最近连着好几天都下雨了。这是我的朋友老范同志啊，寄回来的这个微信，叫我跟我们分一分。微信这个字儿都不一样，我这有吃货是我的，应该也有树木的，咱可以今天给他分一分。这微信比较新颖啊，走。想下馍，下馍，下不了，就是下不了。你说话吃麻椒，这是俺朋友寄回来的。你朋友？你比较适合啥呀？吃啥都中啊。有我厨神，有我吃货，你是想要吃货还是想要厨神？你播啥我呀？啥？来吧，以后你陪着吃吧，你看着。还是放水的啊。哦，一会儿弄那个，你先去呗。我就去我妈瞅瞅放水不放水。我先穿着，还有鞋子，溜一圈去看，冷不冷？咦，这臭电圈是不是还放风呢？那肯定。中。啊。吃货，管他啥货。感谢谢谢老板，来送张微信，你看，还防雨防水。这你都不配穿厨神，咋不配呀？你说我是不会煮啥呀？感谢网友老范，好，感谢老范。你看我这穿上可带劲，确定？确定，可带劲。走，来个领子点一下，再好，亮一下。行，好，可美啊。嗯。出现赶紧出现。今儿俺一来不是来了。看住这一场。在这一场发挥好。咱做点好饭啊。我给你出现吧。压做成我来。好，你看看。没事，咱放水。感谢你啊，你看看你老范，哎，老范你真是，看你看俺台的煮饭的，这都有了。行，你换个新电瓶子，尝试。要他们家。真健全，啥是真健全？新健全，你管啥？新健全，它是七座的嘞。它是七座嘞。啊？咋管大成啊？啊，成了。咦，真帅呀！咦，真美。啊？真美。中了。中，真美，比我大这群可美，我光盖我。老范。老范，谢谢网友送过来啊。啊，真是真漂亮，你看看。你能担任着厨神这俩字不能？哎，你能担任这俩字不能？能，真的。下回我做饭我担，懂吗？那要是辅助再炸锅了。人问题是都炸他不过上人，那我没分了，走办吧。中国考试，中考试，人家菜市，真炸好，真的，说人都是。我吃八个。我吃八个。小猪佩奇，你是胡装的，你是。
要是熟的，你叫我说。这里有大的，有小的。啊，有大肠。这啥吃的？肯定我这。有泡馍。那不是咱这汤，这有汤，这有汤。哎，到这儿都用，你看你，你这有福的，是不是？那他就好货从搁那地里人搞过来，到时候你那这不下着雨，这不是方便吗？都是吃货，吃货。嗯，咱房子是。找不着不着，谁找？跟别人家坑的。可跟人家。老贵大子了，哎呀呀呀！哎，找不着，找不着，我给他落馍，没落了怎么办？吃吃吃吃，不吃了，你别。有小有松有盘，你比我这小，他为个这样呀，我这一个真盼老天呀！你也个太大了，个太小了。你看那我他不一样，他说他穿上太瘦了，我穿上太胖了。那啥是吧？那谁的还这样？我你穿上了，穿上不是个烂，拿出来不是。叔母，你真能说说，你能担任住这俩字不能？你要把头先看看这俩字。这俩字。这字我不认得，这啥字儿你了？能给我说这啥字儿？我不知道。你这多少字呀？你这他妈吃货！这是吃货。黄字黑波。他说是啥？啥呀？不是不吃醋。来来来，我哎，不吃。你说啥吃呢？你不是呀？哎，这说中字是吧？啊，那说中字。中臣，我认着中字儿，中臣。那我不知道做啥，做中字，做这中字。这说就是中字儿。哎，奸臣。你看也发钱了，发鸭子又咋弄？来吧，给装吧，给。你想的怪美。这是自己抹的面，自己落的油嘛。卷葱说非常棒，真在卷葱说好吃，卷张都是坏美的。赶紧给你这卷葱，你瞧见他们拿过来。啥？啥 pass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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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棒！真棒！非常。感谢老范，然后给这馍们，咋说呀？平常农村主要是比较枯燥嘛，然后增添一点就是，就是开心的项目嘛，就是非常感谢老范，真是。馍们穿上都是比较合适的，增添了一些精彩嘛，跟农村增添了一些精彩，真是非常感谢。出什么？感谢老范啊，谢谢你啊。俺吉林看着咱们衣裳多可待劲啊！感谢老范啊！防晒衣，防晒衣，这个围裙啊，可待劲哈！真的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担任住这俩字不能，我再问你一句，哪呀？你能担任住这俩字？能，能吃能吃能喝妥了能。行，嘿，嘿。